My God！科目是高塔训练。诚如各位右前方所看到的这个高塔，它的高度将近有34英尺，相当于5层楼的高度。而这个高度，经过研究，也是人类所惧怕的高度。之前，在特战中心的训练里，10个被退训的。有9个是卡在这一关，所以待会所有教官会确实要求各位挡门的动作，而教官也希望待会所有人能够拿出果决的精神出来，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有没有问题？没有。那就开始操课。上任务就像浴火凤凰。撞在灰暗的天空飘荡，受了伤，拖着脚变腐烂的翅膀。噩梦中心真实的让人爱上着的我，我就像浴火的凤凰，洗不掉乌黑腐败不堪的过往。受了伤，拖着残破自己的皮囊，忘不掉坠落谷底的恐慌。冰冷刺骨的冷风，你已经受过。孤独的脆弱，你必须懂懂。满目疮痍的伤痛，你已经走过。也许你曾想放手，划过绝望的黑夜，看曙光重现。划过生命的季节，要勇敢向前。待会我第一个清仓。报告司班长，很紧张，但不是害怕，是兴奋。我没问题的。那待会看你表现。司班长，我等下跳完之后，我可以打电话回去给奶奶报平安吗？可以啊，她一定会很骄傲，很以你为荣。看什么？我可以好不好？这四个待会好好跳。
预备，起立！所有人听到我这边，待会所有的动作，听从教官的指示，一个口令一个动作。挡门的时候确实做好，跳出去之后确实做到三级的姿势。教官喊跳才跳。接下来，你们把心情放轻松一点，好好的表现。向前滑行，你的姿势做好，手不外翔，听口令啊。上门，走吧。继续燃烧不灭的信仰，我们带着重生的希望，翱翔彩虹之上。暴雪号，只要好，怕不怕？不怕，怕不怕？不怕。导演不错啊，当门一等，霸权一号好太阳当门翱翔在彩虹之上，我都是浴火的凤凰，哪怕粉身碎一秒两秒钟三秒钟四秒钟，检查伞注意四周，准备出喽！大门，二，赖虎，左脚前进一点。左手抓左机门口，右手抓右机门口，守住运。保全号，二号，好。赖虎，如果你害怕，我现在让你下去找班长。可是教官要提醒你，你之前努力就白费了。赖虎，你要加油啊！不要输给自己啊！可以吗？好，教官再给你一个机会，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。回复上一栋。有什么好不敢跳的？你不跳，就永远没有办法从这里结训。听到没有？听到了。跳！跳！一秒钟，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。检查，收了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跳！一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。这两个还跳得不错。这么高跳下来，会不会有危险？任何操作都有危险啊，那看你平常的基本训练扎不扎实啊。怎么，你害怕了？我只是羡慕而已啊。哼，你只要一结巴，我就知道你在撒谎。你这几天最好把所有的训练啊都跟上，尤其你的腿力训练。要是一旦别人登上高塔，你没上去，你就甭跳了。士官长，
你也在紧张啊？我女儿在上面，我怎么会不紧张啊？那我该怎么办？我哪知道该怎么办？我干嘛学你结巴？我是在训练我女儿而已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们回上一栋吧。你要多用心点，不要丢你老爸的脸。想当时我在伞兵，我也是个模范生啊，给老子争口气，好不好？有道是，虎父无犬女嘛，是不是要讲这句话啦？对，虎父无犬女，我告诉你，你以后一定会轻胜于蓝。行，霸玄啊，十四号，啊，霸玄号，十四号，啊，跳！跳什么鸟东西啊？啊，双脚跳，双脚在空中乱舞。吴君凤，手抱风伞，下岸提警，小扎警。没学好，要加强训练。石班长，我觉得他跳得很不错啊。你懂个屁啊你！所有的动作要确实做好，你也一样。你跟他两个最好把那个标准动作给我好好的做好。可是这么高跳下来很恐怖哎。哦，后悔啦？你意识坚定一点行不行？我跟你说，能通过伞训的人不多哦。尤其是你的衣服上要是多了伞灰的话，你不知道要迷死多少的女孩子哦。真的吗？想当年士官长我就是迷死太多的女性同胞。哎，我收花收到手软，情书如雪花片片的飘来。还是我的回忆啊！啊，大白天做什么白日梦？我告诉你，你通过伞训以后，你爱怎么想怎么想，爱怎么做怎么做。哦，那还要不要练习啊？哦，当然要啊。那你还是那紧张干什么？还站在那边干嘛？光是用看的你就会跳了，还不跟我回去练习？走啊！士官长，你还没有说我找你的长官说去，
如果他们鉴定你可以跳伞的话，你才有机会，不然这几天你就白搭了。啊？大门，一二，两只手浮出去一点，扶机舱门外侧，下收紧。报学号，报好，跳，跳！现在来干什么？教官，我会怕。有什么好怕的？下面有确保手，确保你的安全，不会有事情的。教官，我不是怕死，我是怕高。怕高是不是？再去找班长报道。去啊！教官，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？我不想要这样就放弃。我来这里是为了克服我的惧高症。自己也说了，你来这里是想要克服你自己的惧高症。好不容易辛苦了将近三个礼拜的时间，教官也不希望你放弃。教官愿意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也要拿出你的勇气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，好不好？好，恢复战斗。报学号，报好，跳！两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检查伞，注意四周，金正，你看你可以吗？而且你是里面姿势最标准的。保全号，林磊芳，在干什么东西啊你？保全号，孙浩鹏，跳！哭什么？有什么好哭的？你爱哭，你回家去哭，爱怎么哭我不管你。你要不要跳？哎呦，我干嘛来这里受训啦？你来发，收好，左手往外抓。你来发，报学号，收好，十二号，好，报学号，收好。报学号，司机号，好，怕不怕？不怕，怕不怕？不怕，跳！一秒钟，一秒钟，三秒钟，四秒钟，检查，三，注意，四周，准备出。他们，哎，二，报学号，十三号，好，跳。脚微弯，报学号，十六号，好，眼睛看哪里？看副伞，跳，回复上一栋，在干什么啊？手抓机门，报学号，十六号，好，跳，跳，
吕美玲，平常表现都还不错，但是你刚刚连傅散都忘了报，毒苗忘了毒，你知道你是在场所有人表现最糟糕的吗？散训场很现实，也很公平，这里过不了就上不了飞机，自己好好斟酌一下。带他到旁边。是班长。